今年全国的技能竞赛将要伫九月份登场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将会推出41个职类206位选手来参赛。在油菜总行方面的选手蔡玉轩，自细汉就喜欢画图，所以高一就开始训练油菜总行，每一天到训练场练习12点钟，希望讲下当为分嘉南分署来拿下金牌。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将要伫九月台北登场，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将有41职类206位选手参赛，因此每一位选手拢把握时间加强训练。其中伫油菜总行选手蔡玉轩，伊外形低密高锥，每天到练习场练习12小时。练习一整天下来，然后会觉得很累，然后身体会用得很脏，然后手可能也会渐渐的变得粗糙。但我觉得这都还可以，就是去克服。而且看就是整个做完之后看到成品，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。对参赛这类甲选手，不管是查甫查某，只要伫全国竞赛会当摕到各级类前三名。分署长表示，将会当报上国立科技大厦，而且近年来有愈来愈侪女选手参赛，也拢有袂歹成绩。以往出众的职类都是男选手居多，那这一届我们有很多的女选手参与出众职类的比赛，那只要他们锻炼好这个身体，然后心理的抗压性够，那我想女性选手在出众职类的表现也不输男性选手。油菜总行选手蔡玉轩表示，对细汉伊就喜欢画图，高一就开始训练油菜总行，目前已经有三档的时间，并且今年伫分区赛也得到金牌。因此，即届会当代表分嘉南分署参赛，希望会当摕下全国性的金牌。记者萧建伟，永康区采访报道。